者陈桂林台北报道，五月一被撕手玛莎，大年初一报喜老婆已怀孕，而他的设计师老婆谢伟仪也透露，再过四个月就要生宝宝。今天玛莎老婆挺入大肚子的模样首次曝光，网友直夸好漂亮，盛赞最美准妈妈。这几天粉丝间盛传点鸡汤，捏玛莎和老婆在希腊美景下举行婚礼的影片，而大家好奇谢伟仪怀孕的模样，她今天也首度分享七分身的照片，隆起的肚子明显可见，身旁还有两货招财猫，更显喜气。玛莎报喜时曾提到，而未来的未来，我除了是个大家熟知的单手，我也会努力紧牵住妈妈和孩子的手。网友都感受到她的幸福，玛莎又和老婆开心准备迎接第一个宝宝。发射自脸书，玛莎老婆挺肚模样首次曝光，发射自爱他滚。